来，我是小宋，现在时间点是2016年2月23号，礼拜二啊，是下午的2点16分。OK，2月23号，2016年礼拜二。OK，好，小宋刚才做了一些笔记啊，是，我漏掉很多重要的东西没有讲到，是啊，哦，比如这些大概都是阿拉伯的字根呢，啊，是阿拉伯字根进到英文里面去了。那刚刚可是讲的那个是僧伽罗，圣赫利僧伽罗，那个斯里兰卡僧伽罗文，有个字忘记了，不是 serendipity 那个字啊。如果有的话呢，anaconda 就是三胆的世界上最大的蛇类，在南美洲的，它基本上是南美洲的物种，可是它是用僧伽罗语啊，是吧？很特别，就是光之柱嘛。那前面已经讲过 anaconda 森蚺。另外一个字不是 serendipity，而是 berryberry。什么叫 berryberry？一看就知道很奇怪，不是英语系国家的单字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是脚气病啊！脚气病跟台湾有渊源哦。知道的，日据时代那个，所以日据时代台湾嘛，这边是外来强势统治。那就是一般认为说，哎，闲人那个比较高级人吃白米嘛，这白米就 parched rice，parched 就是磨过的米呀，parched rice 白米呀，因为把那个是啊，胚芽去掉了，就导致这种疾病了，维他命 B 吧，是不是？那时候维他命 B 和跟热战争有关系，以后再慢慢讲那一块，就像这个字就是脚气病，berryberry 是基本上就是 Sinhalese，就是。森和利是森切罗语啊，是 berryberry 什么意思？berry 就是 weakness，就是就是怎么讲，weakness 哦，明白，weakness 脆弱的、硬弱的，是啊，羸弱的羸弱，就是身体免疫性比较差嘛，就是衰落，berry 这个意思，weakness。因为 Sinhalese 原先那个意思，berry。那为什么脚气病用 berry？这我不晓得，还没查过，这个大家从来没查过。好，这两个是生切了。好，你现在开始讲什么东西？哦，我看你做很多笔记哦，小周刚才做很多笔记。好，慢慢看，我再整理一次之前那个讲过基本不讲，那就是小宋大师讲那个是之一到达第十二吧，这字根开讲一到字根开讲十二，那不再重复，那做一些整理，OK 啊？比如说 alcohol 啊，酒精嘛，哈，algebra 代数啊，alchemy 啊，alchemy。就是炼单数、炼金属，chemistry 有没有？很多了，那个讲过都不讲。我们讲一个之前没有弄过，那像 abacus，就是算盘的，算盘，中国人发明的算盘，阿拉伯四根呢，abacus。还有一些，如果到那个是，一些比较欧式的自助餐店，那又所谓的紫花木素，对不对？木素芽，那木素芽那个不能用 clover 哦，clover 基本上，好像不能这样用，clover 是指那个末粮，就是喂马用、喂牛用的，不能用 clover，用的那个字 alfalfa 这样吗？对，alfalfa，这个 l 基本上是阿拉伯字跟 the 的意思。那还有一些，然后天文学的话讲一些东西，那一些就是azimuth。这是一种，地面的方位角，一种角度，不管它。那还有 zenith，这基本上从天文学跑到一般用字上面，zenith 就是高点啊，极高点。那相对来说，nadir，这是低点，这是高点，极高点跟极低点，就是这些都是天文学用法。那要讲历的话，讲万年历叫 almanac。那所有这些都是阿拉伯单词，阿拉伯单词还有什么？cipher 啊，cipher 可以当做运算了，加减乘除算术，也可以当 zero，我基本上就全部都是阿拉伯单词啊，是吧？那还看到写什么东西？那之前讲到的 elixir，Xerox 有没有全鹿啊？那是 dry powder 嘛，
这是 The Dry Powder， 就是万灵丹，那讲过了不讲了。但还有一些东西，看看，还有一些东西漏掉，像 Admiral 是将军呐、啊，基本上也是阿拉伯的。还有有文化色彩，以后慢慢讲字根的故事，那很精彩，你每一个字可以讲很长了。Assassin A S S A S I， 刺客啊，刺客列传的刺客。四个 assassin， 因为全部都是阿拉伯单词。那、啊、还有什么？就讲到地理学方面，那像季风气候，比如说哎，东亚跟南亚就是季风气候，就夏天吹海风嘛，从东南往大陆吹，冬天从大陆往海边吹，这是 monsoon。啊 ，monsoon 后面 monsoon 了 ，s o monsoon 有两个 s 吗？哎 ，monsoon。两个 O 了，这样子蛮顺。这是季风，可是这个东西啊，外国人可能比较陌生，跟印系国家的人沟通，蛮顺可能他们不太了解，因为这算是基本上东方的智慧啊。他当然有一个东西比较了解，叫 trade wind， OK 啊， trade 是贸易风啊，贸易风有没有 trade wind， 贸易风 trade wind 就很 OK 了哈。还有什么东西？对，我讲到阿拉伯的东西，再讲一些特别的东西。saffron， 这是番红花，又叫 crocus。番红花就是世界上最贵的那种，算是加调味料嘛，又是加色剂。番红花是中东那边是大宗的出产地方 ，saffron， 这全部都是阿拉伯字根啊，这不是阿拉伯字根，那还有一个什么东西？那像我的学生，我给他取个阿拉伯名字，他喜欢 Kismet 这地方也是阿拉伯字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天命啊，天命不可为天命，天命啊 Kismet。那还有什么穆斯林啊？穆斯林就基本上全部都是阿拉伯单词 Muslim 是，对，还有那个火药库啊，火药库怎么讲？比如说哎，巴尔干半岛基本上第一次大战是火药库啊。上面很多不同的种族，不同种族有很多摩擦。火药库怎么讲？就像跟那个杂志一模一样的拼法，一模一样的写法。magazine 是，基本上这是阿拉伯单词啊。那刚才讲的那个是南顺之外呢，还都若非洲在下面嘛，是不是？那上面是地中海，就地中海，这是地中海那边。那非洲这边撒哈拉沙漠，往那边吹的热气呢，就把它渡过地中海往欧洲吹。这个特别名词叫 Sirocco， 哎，Sirocco R-O-C-C-O， 基本上这也是类似这种，也不算是猛顺的，但是它经过热气，沙漠的热气吹往南欧的。这 Sirocco 猛顺基本上全部都是阿拉伯单词啊，是吧？还有什么？哎，还有一个颜色方面的。比如蔚蓝色 azure，这也是阿拉伯的蓝色 azure， 是天青色、天蓝色的 ，OK， 还有什么东西？好，讲完这个是阿拉伯字，而且像那个还有一个字啊，像那个你说中国的凉亭怎么讲？这个公园里面凉亭啊，一个比较有东方色彩的字叫 kiosk， 这基本上阿拉伯的字 kiosk。但你用欧化了一点字眼，用 pavilion 的不错 ，pavilion 是不是 pavilion 是不是 pavilion？ 有一个 l 吗？忘记 pavilion 就是亭子的意思。啊，比如说博览会的不同，就是、中国的亭子或中国区，那就是 pavilion， 全是 pavilion。kiosk 可以代替 kiosk， 但 kiosk 比较有东方色彩，就叫凉亭的样子。那我讲一个，是那个像乐器啊，有很多乐器从中东来到中国的，像录制这个东西，基本上也是阿拉伯单词啊，录制是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讲一个那个东西，应该讲一个东西，想到什么东西？中文的东西，我再补充几个词，像荔枝啊，有没有 LITCHI， 荔枝。那杨贵妃比较喜欢吃荔枝嘛？那怎么能找到新鲜呢？从南方啊，是快马的送到京城来。荔枝这边就是就荔枝啊，然后荔枝水果。那中文还有早期因为跟西方有一些第一波殖民国家从欧洲来的，
那时候有说容客船，容客船啊，容客船是一种船，就是当那个时候的那船只啊，那就要用 junk 的字。但 junk 现在用的话是当那这个垃圾，就什么就鸡肋一样东西，弃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那就 junk。但是容客船没有那个意思啊，另外一个意思啊，就那就变成容客船。那讲海洋的话，审判 OK 啊 ，sampan，审判，哎，大家知道，上板这叫上板了，上板，上板，上板，审判。那刚刚讲到那个是就比如说拿香拜拜了，就 joystick， 这很特别。一般呢、啊，中国的庙也不讲 temple， 因为那个像土地公那样那么小小的庙不叫 temple， 因为比较正式叫 temple，temple 好。或者是用 Joss OK 啊 ，Joss House 就是可以捻香拜拜的地方 OK 啊 ，Joss House 香在这边啊 ，Joss Stick 干了 ，Joss Stick 就是香啊，有没有？还是说各位知道那个像清朝末年又说年乱嘛，说年乱了，年乱是年乱，年乱就是拿香拜拜的人在是聚众滋事啊，到最后变成民乱了，那叫做 Joss， 用什么 ？Joss Rebellion OK 吗 ？B E L L I O Joss Rebellion。Rebellion 上发是这样拼吗？我不晓得。哦，还有什么东西是？刚刚土耳其那个字，土耳其是刚不是讲到 yogurt 吗？是不是 yogurt？ 那还有一些都是像中国有所谓佛手柑，佛手一种芸香科的果实，佛手柑有人吃过，我小时候没吃过，但看过图片，佛手柑长得很像佛的。这几只手指，那叫 bergamot， b e r g a m o t， 基本上这些土耳其。那除 yogurt 之外 ，bergamot 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，Ottoman， 也跟奥图曼土耳其那奥图曼帝国一样拼法。因为后来当做那种一种欧洲设计的沙发椅啊，是吧？就是那小写不是大写，基本都是。OK， 到这边 ，OK， 告一段落，这边12:30过去。